来看天气，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，在辽宁、内蒙古的东部、黑龙江西部、河北东部、山东的西北部和东部、云南西北部、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，局地大暴雨，并可能会伴随雷暴、大风或冰雹、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。此外，在西北地区东部、江南、华南有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，注意防暑降温。北京24到30摄氏度，哈尔滨新区25到33度，海东18到32度，榆林21到35度，铜川23到36度，宝鸡24到37度，汉中24到34度，广元25到34度，南充26到35度，泸州27到37度，宜宾26到36度，攀枝花22到34度，荣昌26到35度，武隆25到34度，昭通19到29度，曲靖19到27度，红河20到29度，晋中19到33度，晋城23到34度，承德21到27度，张家口18到27度，邯郸26到36度，鹤壁26到35度，平顶山26到36度，亳州28到34度，安庆28到34度，徐州27到33度，泰州28到36度，襄阳26到36度，宜昌24到37度，黄冈27到33度，绍兴28到38度，泉州27到35度，北海28到33度，渤海中雨，南风4到5级，北部湾阴，偏南风4到5级，南海西南部小雨转大雨，西南风4到6级。